Hello，大家嗨，好，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我们这个礼拜又回来为大家讲，非常感觉非常惊悚的话题。但是我们想要等一下其他的小伙伴们上线，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影片哦。上线了，帮我们刷爱心哦。对，刷爱心，刷爱心。进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有超级大的优惠哦！如果你留言 UV 就可以限领五折券，五折，赶快分享，赶快分享给朋友。只有今天有五折，真的，这个五折券只有24小时内有效哦，所以赶快把这个直播分享给你的朋友，让大家都进来领这个五折券哦！记得留言 UV 就可以领今天介绍商品的五折券哦。好，我们赶快留言一下，按赞按赞，大家进来记得点个赞，发个爱心。好，谢谢大家进来哦。我们今天呢要讲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惊悚的话题，就是牙刷比马桶还脏。牙刷为什么会比马桶还脏？对，为什么会比马桶还脏？不是明明刷牙的时候都有用牙膏嘛，就是牙膏都就是可以杀菌啊。对。然后每次刷完都冲一冲就很干净，不是吗？那牙齿也干净，牙刷也干净。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来看一下新闻画面。我的天啊，这是华视的报道，牙刷用一个月，细菌10亿。十亿，十亿又什么样的数字？十亿，我的天！十亿是，对啊，十亿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比马桶还脏55万倍，我的天！那我每天在刷牙，是在刷心酸的吗？是在就是舔马桶吗？就是哦，这个我觉得我今天晚上回去就是都无法面对我的牙刷，我的牙刷竟然比马桶还脏55万倍，真的太难想象了。他这个报道里面还有特别讲到，他去拿这个牙刷，去实验室验的话，里面有大肠杆菌，有链球菌，然后有金黄葡萄球菌，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菌，各种的菌，都在我那小小的牙刷上面。对，在牙刷上面，我觉得就是如果我拿牙刷，然后马桶这样裹一圈，说不定就是都还比我用过的牙刷还干净了。但是竟然一个月，很夸张。然后那个报道竟然还说，那就建议3周就要换一次，因为一个月就可以累积10亿的细菌。可是说实在的，你有3周在？我没有我都就是刷到爆的时候才想说，哎，要该换什么？对啊，因为怎么可能会记得？你每天就是刷，怎么可能会记得上一次换牙刷是什么时候？对啊，就是都嘛是刷毛就是擦开来的时候，或者是那个颜色已经完全淡到就是全白了，才会想到说啊，那我换一个新牙刷好了。但是其实你是在拿着一个比马桶脏55万倍的东西，正在刷你的牙刷。所以它比我放在旁边刷马桶的那个还要脏吗？天哪，好恶心，好恶心，超级夸张。面对我的家人，对，你就今天回去再拿起你的牙刷，就是完全一个不同的感觉。那就是其实牙刷有很多清洁方式可以让它没有那么脏，就是报道里面有讲啊，你可以用酒精去消毒它啊，或者是你使用的前后都可以用开水去烫它，然后也有说就是你可以浸泡在漱口水里面15分钟，都可以有效把那些菌杀掉。可是实在谁有这个时间？但我都放着之后我就要去上班了。那对呀、啊，或者是赶快去睡觉，或者是忙这个忙那个。太麻烦了吧？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对，今天就帮你带来一个非常厉害的叫做 UV 乐扣乐扣的 UV 牙刷消菌杀菌机。
好，好，那这边帮我换一下前镜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手上是 UV 乐扣乐扣的 UV 牙刷消毒杀菌机，那它其实非常的时尚的外形，而且你看它的圆角就是今年最时尚的一个设计。啊、它还有颜色，我们 每一款颜色都有两种选择，那所以说你可以挑选你喜欢的颜色，重点是这个 产品的重量，乔安娜你拿拿看，哦天啊超轻，你手上那个只有50几克，我手上这个只有20几克，所以它强调的是不但是你在家里可以用，然后你外出旅行也都可以带着走，就是带出门很漂亮、欸、非常方便，而且你其实可以丢在你的包包里面，人家拿出来都还不知道是什么，也许以为是 AirPod、欸、对啊，因为像就是在办公室有时候会刷牙嘛，对啊，然后你这个牙刷就是都不知道怎么该哪里储存，对啊，对，其实你就可以放在这边、欸然后我们刚刚有提到它其实就是为什么它可以这个去消灭你牙刷上面那些很可怕的细菌，那就是里面用到了，哎，这边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前镜头，这边帮我看一下，这样有看到吗？里面有 UV 灯，那 UV 灯，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反光的板，也就是说你把牙刷放进去之后，哎，你看我们这边有个很贴心的一个卡榫哦，可以让你牙刷的脖子在这边卡得非常好。好，放进去之后，看到它的蓝灯。蓝灯其实就是 UV 开始作用了，对，那在3分钟内它就可以把你牙刷刷毛上面的所有细菌都消灭掉，你就可以消除。3分钟，我们这不是普通的三分钟，我们3分钟是可以消灭 99.9% 的细菌哦。你看我们的这边的检测报告，我们韩国原厂的检测报告，只要3分钟。就可以消灭 99.9% 的细菌，它这好像有好多细菌都可以消毒，对，它可以消毒大肠杆菌、变形链球菌、绿脓杆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 非常不想要这些细菌在我的嘴巴里，对，所以你就必须使用牙刷 UV 消毒机去把它的那些细菌都消灭掉。然后我们它其实在产品上面还有做特别贴心的设计，因为你会想说那这个东西我要怎么把它放在浴室里面，对啊，其实我们可以，我们再回到画面这里来，好，这边可以看到像这个小的，我们后面就附有磁铁，所以你就可以这样贴在浴室的镜子哦，对，它有磁铁，哎，这样好贴心哦，就是可以直接吸在对有磁铁的地方，没错。然后你如果双人的话，我们这后面会有一个挂架，我们在盒子里面是有附一个挂架，然后挂架后面是有 3M 的贴纸，所以就是无痕贴纸，它也可以让你粘在你的墙壁或是镜子上面，这样很像一个就是家里很有品味的一个摆饰。对对对，就是人家进去，哎，开了你的厕所门，发现啊你。好有 sense。 对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在市面上其实有看过一些牙刷消毒机，然后就觉得就是大大的，然后戳的感觉，对，就觉得用了它以后心情没有那么美丽，没错。然后因为除了这个牙刷细菌的这个检测报告以外，它韩国我们还是有提供了这个，因为像它这个是充电式的，很方便，只要用 USB 充电就好，那它充电的时候就表示它里面有电池嘛，它这个电池也是通过了安全的国际规定哦，这个是我们美国欧洲的安全认证，这样用起来真的是超安心的。对，因为其实有电池的东西你都会想说有一天放在那边它不会自己燃烧自己爆炸，对，然后你不在家的时候不会发生什么危险，真的这是大家在使用这类产品最会担心的地方。对对对，所以我们不只是有我们这三分钟消灭 99.9% 的细菌的这个报告，我们还有美国欧洲这个电池安全认证的报告，所以这个商品真的是超级安心，你再也不用刷所谓的有10亿细菌的牙刷，你也不用就是每天刷牙如同舔马桶，就是这个恶心的过去，就是我们就是今天回不去，对，今天就来停止这一切，对，我们今天是来拯救你的牙刷的，我预告是不是有讲，我们今天要来拯救你的牙刷。记得我们留言 UV 的话，今天是可以限领5折券哦。哎，那我们现在这个，我们是有2款，对不对？对，我们有单人跟双人的，所以你
自己比如在办公室啊，然后或者是出门旅行的话，你就可以使用单人的。那这个因为我刚刚说是磁贴嘛，所以你早上在家里是贴着的，那你如果觉得今天要出远门有需要用到，你就直接把它拔起来放进你的包包就很方便。然后双人的话就是比如说夫妻啊、男女朋友啊，还有家人、大人小孩，你们就可以使用双人的。这个双人我觉得很不错哎、欸，对，而且它里面空格非常大。对对对对对，这个要看一下，这个要看一下，换一下前镜头。其实你看它中间有一个分隔，看得到吗？对，就是它你的跟你的老公，或者是你跟你的另外一位共用这个牙刷消毒机的朋友，对，它就是非常会被隔开来，对，就是担心刷毛互相。对对对，刷毛互相亲嘴，不会不会不会，我们是非常非常有卫生，而且它保留的空间非常大，所以你使用的牙刷，你要买那个多毛的或者是细毛的、长毛短毛的，其实都对它都还可以容纳空间。所以它这个灯是就是是面对里面的，对不对？这个灯的话是因为它长。对，它双人跟单人的会有一点不一样啊。双人的话，你可以这样子放进去，所以它就是直接面对你的刷毛，这样子放进去。哦，所以是面对里面。刚才那个，对对对，因为刚才那个你是侧着放。对，刚刚是侧着放，因为它是比较扁平的。看光就是光。对，但是因为里面的话，它都有做一个反射板，也就是说盖起来之后，整个空间是被这样子反射，所以360度都找得到。无死角。对对对对，所以为什么要做一个密闭的概念？对，太好了太好了。对，然后但是它还是让你看得到它在执行这个消毒功能，所以它有开一个小小的窗，开一个小小的窗让你看到它是蓝色的。哇，这个今天一定要购入。刚才说这个两人的是多少钱？两人的我们现在官网是2288，可是今天五折券就只要1000出头就可以带走了。天哪，啊，两人呢，欸啊，等于一个人就哇500多一点，500块。对，一人拿一张红色的，棕色的500块。对，然后这单人的话现在官网的价钱是1848，所以你使用五折券是1000元有找。哇，你用一张蓝色的小朋友就可以带走了，赶快分享给亲朋好友。我们今天这个五折券只有今天才有，对啊，记得要留言 UV 限领五折券，留言 UV 限领五折。对，今天刚才前面就是可能一开始比较晚进来的，可能没有听到我们是谁。我是乔安娜，我这边有小印，小印今天还要带一个超级威的商品给我们看。嗨，就是一个可以让你的生活品质瞬间提升到一个你再也不用受什么细菌啊、异味啊、空气微粒啊，对的那种烦恼，眼睛痒痒、鼻子痒痒，对，都没有。哎，现在就春天了嘛，春天就是最有那种问题的。前阵子我们还有就是从另外一边飘过来的很严重的雾霾，对，前面几天空气非常不好。对对对，那几天我就大概从头痒到脚吧。对，是很夸张，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加码给你介绍一个非常厉害的产品，它是一个可以三段清洁我们空气的空气清净机。对，它是小平数小空间适用的一个车用空气清净机。那我们要一样先看一下它的影片吗？好好。很厉害哦。对，刚才讲说是三段，是三段，对对，所以它的第一段其实就是因为这是同系列的嘛，第一段它就是也有这个 UV 的功能。对，它有 UV 的功能，它里面的 UV 消毒系统也一样可以消除空气中 99% 点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绿绒杆菌、大肠杆菌跟肺炎链球菌。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其实也是有检测报告的哦，就是
我们只要开着它，因为它空气清净剂就是一边吸脏的空气，对，然后一边吐干净的空气嘛。嗯，所以你在运作的时候，它的里面的 UV 光也会把它空气中的那些细菌消灭掉。哇，所以就直接把那些细菌杀死了嘛。对啊，然后所以像韩国这边，他就做了一个的细菌培养的一个对比的那个实验，也就是三分钟之后，你就会看到下面那一排培养皿。已经细菌都被消灭掉了，欸，所以对它吹出来的就变成无菌啦，啊，无菌就是干净的空气，哇，就干净的空气这样，太棒了。我之前因为家里都会买什么空气清净剂，好像没有这种杀菌的功能，它是因为有这个 UV， 对，就是增加了 UV 的功能。不然一般的空气清净剂，大型的那种，它是处理空气中的微粒，对，就是没有这个 UV 光。因为我们今天介绍就是都是同系列的，刚才前面就是如果现在才进来的朋友们，我们刚才介绍的是 UV 牙刷清洁剂，那今天只要留言 UV 就可以获得五折券哦。那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同系列的超级厉害的三段空气清净剂，它的第一段就是雷同刚才的这个功能，有 UV 杀菌的这个功能，可以把 99.9%、嗯，其实就是所有的细菌都消灭了。对，那它的第二段是什么？第二段的话，我们可以来换一下小的镜头。刚刚在前面的影片，然后看到说它有三段，那刚第一段 UV 嘛，第二段是这个，哎，这样看得到吗？好，哦，看到，你可以在这边，我现在把它拆开来了哈，我把它拆开来，它这边的内部有三段，是一二三，那这中间第二段。这中间第二段就是我们的光触媒滤网，而且这个光触媒好像就是常常有时候会听到，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光触媒的话是消除空气中的异味，空气中的异味，所以说其实我们刚消除了细菌，哦，但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空气中其他的分子会让你的空气中有一些臭味。烟味啊，屁味啊，或者是宠物的那种味道，或者是烟，就是排气啊，或什么，就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都是因为在空气中有一些小分子，哦，小因子，它会让那个气体是变成有不舒服的味道的。对，所以普通的空气净化器其实根本没有这个功能，就是对就是你只是空气的所谓的灰尘没有了嘛，嗯，就是那个味道，嗯，就是那种奇奇怪怪的味道还是在的，所以这个它的第二段。可以消除空气中的异味。我的天啊，这太厉害了！你的车子里面啊，什么什么烟味啊？你刚才吃过火锅，身上有浓浓的火锅味，就是你可能飘散出来空气的一些强烈的味道，你可以使用再赶快开启你的小空间试用的空气清净机，然后消除那些特殊的异味，这样。那我觉得这两段就已经。我就已经买单了。第三段是，但是第三段我们还有保有基本的功能，就是它的那个滤网是要消除空气中的悬浮微粒，哦，就是我们也所知的是一些是 PM2.5。我们来看一下，对，你说在第三段在第三段啊，回到小镜头，好，这边，哦，这里，哦，好，那这边的话，就刚是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这个就是 HEPA 的滤网，然后我们是13节滤网，那这边的话，我给你看它本人的样子。对，这就是滤网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常常听到的 HEPA filter 嘛，没错，就是它。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13级 H13级的 HEPA 滤网。其实我一开始不知道 H13级的 HEPA 滤网到底是干什么，那，嗯，我很认真的做了一下功课，发现超级厉害，原来 H13级它是可以滤掉空气中。99.97 0.3微米以上的悬浮粒子全部阻断。那0.3微米，它到底多大？对啊，0.3微米是什么？根本不知道，对，就是超级超级小。因为什么 ？PM2.5 就是大家已经是看不到的东西了，嗯，是2.5微米，所以它比2.5还要小这么多，欸，对啊，然后平常我们常常就是什么尘螨是200到500微米。其实这些都是已经是看不到的东西了，所以这一支可以把那些你所有看不到的空气中的细菌也好，异味也好，然后这些 PM2.5 也好，全部都滤得干干净净。因为我们刚刚讲是只要是 0.3 微米就可以就是阻断 99.97%， 其实就是出来就是完完全全干干净净的空气，没错。我觉得这样子的商品就是现在
实在是非常非常需要。为什么？因为现在真的空气当中都飘了一些，就是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反正看不到啊，没有差呀。可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过了，就是去年这样一年走下来，然后今年继续这样子，有没有发现，就是看不到的东西，其实就是最危险的东西。是。就是我们的这个 COVID 的病毒啊，然后细菌啊，然后像流感啊，对不对？然后 PM2.5 现在造成的所谓的肺癌攀升的问题啊，都是一些看不到的问题。所以这一台其实有了它很安心的，因为刚刚讲这三段，就它其实已经是全方位的把所有我们不想要的东西都阻断掉了。对，而且就是都是你平常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却隐藏着危险的部分，超厉害。对，然后像我们刚刚这样讲啊，都是一些步骤类的证明，但是其实我们也有影片可以就是秀给大家看，说它是如何快速的使用它的这三段功能，然后把空气中的一些气雾啊这样子直接消除掉，所以我有一些对比实验的画面。可以看到，这是装了一个小小的，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我们把废气排进去，然后按下了这个商品之后，它在短时间内就快速的吸走所有的废不好的气体。然后像这个，像因为你在娃娃车里面，你有时候会把那个罩子倒下来，它里面其实你把它放在旁边的话，也就是可以排出，尤其是车。外面的排气或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些烟味的这个烟啊，那其实也是很快的，在三分钟内就可以把这些气体全部都吸走，然后排出干净的空气给你。好厉害哦！刚才那个就是三分钟那个雾就全部都没了。对对对，因为就是实验关系，我们就直接用一个很白的雾让大家刚刚去做比对。然后刚刚有提到都有提到说，因为它其实非常方便，你在一般在使用的空气净化机是不是都很大台，然后都要插在家里的那个插座？ 对，那我就是随身有一些清除空气的需求，或者是我想要变换到不同的小场所去，那样子的插座其实就可以随身拿着，很方便。对，那样插座也不方便的话，其实你只要带着你的行动电源就可以。然后像现在它是插着行动电源，它就不停的在运作。哎，我看看。对。哎，你已经打开了。对，我刚其实一直开着，我们一边讲话一直是有成。所以我们刚刚的空气都安全的空气，很棒的，太好了。然后我们这边可以换一下小镜头，它其实很贴心的有做一个三段式的。它现在因为这个麦克风没有收过来的关系，可能其实我们现场你是基本是听不到它的声音。对，因为我刚刚根本没有发现你有开，所以这个是最安静的。这是最安静的，是睡眠模式。因为有些人在睡觉的时候是会完全不能有声音的，它其实在这么，它会做一个睡眠模式是非常小，微风的，然后声音也是非常小的，分贝很小。然后第二段、橘色的灯，对，橘色的灯的话，就是你一般的模式，就比如说你现在在卧室里面啊，或者是在你的办公桌上，你就可以用一般的模式，那它的风量就会再稍微强一点点。然后再来就是高速模式哦，红色的灯，对，就是你刚刚比如说在车子里面有一个大量的排气被充斥在车子里面，或者你是说就是在车子里面放一个屁的，然后我就马上把它按下去，也许车子就会蛮不错了，这样子。对，不是也许，是绝对，对，是绝对，对绝对对。所以它在。试用场所是非常非常多元的，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图可以告诉大家它的试用的场所。对对对，我们刚刚有讲，就是这个是小空间试用的嘛，所以在不同的场地，你看像是刚刚有讲那个婴儿车，我觉得这个超棒的，就是因为现在把小孩子推出去，对啊，外面的空气实在是，我很想要带 baby 出去晒太阳，可是你知道在马路上面机车这样骑过去，然后很不 OK。就是在那边停的时候，大家没有熄火，不是也会一直排吗？对啊。对，然后我如果把他的那个车照这样照下来，我又觉得他好像有东西是在里面循环。哦，就是有开这个就不会闷了。对对对，所以我其实就带着一个行动电源在旁边，我们都有那个饮料杯架嘛，一定也有买，我就把它放上去。对啊，其实我自己有买一个，就是放在 baby 的那个卧室里面，因为小空间嘛，然后你就可以确保说他在睡觉的时候啊，就是里面的空气是真的是干净的，对，没有那些细菌。对，而且还有一个也很好放的地方，就是厕所。
厕所没错、就是，超级有异味的地方。对，那如果比如说刚已经有人在里面使用过之后，它是一个有味道的状态，请他在那边把这个拿进去，按下高速。我觉得以后，这个我们再回来一下画面。你看这个其实只有这么小，只有这么小。你的 iPhone， 我的 iPhone， 来看一下。哦，其实对，一样。对啊，其实我觉得我以后就是随身携带着它吧，就是它其实外形很好看、欸、对，而且它其实也不重啊，你现在拿在手上，其实这一支只有400克。400克，对啊，我刚刚拿起来超级轻，很轻，那丢包包都没有问题。对，而且它应该比你的保温瓶还要轻吧？对啊，这以后我就随时都是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对不对？对，而且你自己有自己的那个 partition 跟办公桌的时候，啊、其实你就应该摆在你的左右。真的，左右护法。对，旁边你是说旁边的那个同事都有味道吗？就是因为大家走来走去的时候，可能多少会就是把外面的那个，就是常常不是有人衣服回来会沾着外面马路上的那个。对对，就是说什么回家要把衣服换掉啊，因为在外面的空气。对对对，可是有可能你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脱光光了，所以其实在门口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按一下这个，然后让自己身上的那个气味啊，还有就是换一下你身上的空气。对对对，我们所以你这一支现在我们官网卖多少钱？官网卖3999。但是今天有五折，今天有五折券，记得留言 UV 赶快分享给你的朋友，让你的朋友进来看，因为今天只要看我们的直播留言 UV 就可以限领五折券哦， UV, 五折券不要错过。刚才说其实他现在是在官网卖，已经是促销了3999，但是今天五折后，就只有两张。太便宜了吧？对，而且这个是，然后我们在它里面的这个盒装里面的话，都会有两个滤片，所以其实你基本上你一年的空气就帮你保证了。对，因为这个一片六个月没有问题。对，然后所以它里面就会也装一支，然后再附一支。对对 对，然后光触媒的话是重复使用的，你就把它拿起来丢在热水里面煮。哦、对，其实有点烫一下的概念，它其实就干净了，恢复回来了。哦、对，好，这个我们官网上面都有这些，有，而且产品说明书也都有，官网的网页上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嗯，所以大家不要错过，绝对不要错过哦。我们今天这个五折优惠活动就是只有在直播间发放，外面没有了，优惠没错，一定要记得进来看，然后赶快分享给你的朋友，都进来看，只要回复 UV 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五折券，限时五折券，明天以后就过期了，24小时，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所谓的我们的 UV 牙刷消毒器，然后还有这个超级厉害的三段小空间空气清净剂，这是我们今天的主力推荐。对，但是大家记得上周的直播，就是有粉丝非常的热烈的在讨论胶条的事情。哦，等好久，不好意思，让你们等了一个礼拜。我们今天要正式的展示给你们看，大家赶快分享哦，因为只要有胶条问题的伙伴们进来，马上现场展示给你们看，如何正确的拆装你的胶条。所以上一次呢，因为上一次是洗保鲜盒的一个环节嘛，那我们有说过洗保鲜盒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里面放水啊，放泡泡，然后盖起来摇一摇，会有充沛的泡泡。然后第二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胶条一定要照顾到，一定要记得把它拆下来，对不对？那我们就现场展演过怎么拆我们这一支神奇模仿棒。哦，我上礼拜直接下单了。对，我们上周也有推。就是神奇魔法棒，这个外面是不是不太好买？我们官网有哦，清洁刷官网有哦。它这一个一边是一个，就是可以把保鲜盒胶条抠出来的一个扁平的角胶，然后这边是刷头，刷头的话当然就是给你刷洗这个凹槽用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扁平的地方插到我们的胶条里面，然后有没有看胶条是不是就跑出来了？胶条就跑出来，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好轻松哦。你也来看，我也要。那今天特别准备了好多种不同的保鲜盒给大家，就是说上次有问嘛，我们胶条到底怎么拆，然后重点是怎么装，
所以我们清洗完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干，对不对？我们上次也有讲，就是保鲜盒的正确清洗方式的最后一步，就是你一定要彻底的晾干，因为你的这个缝缝跟你的这个胶条是表面，如果没有干，然后你就把它装回去，然后扣起来的话，悲剧，悲剧，悲剧。因为上次不是有讲台湾这么潮湿，你说水就在，对，你的整个水汽就会在这个里面啊。嗯，就是常常有听到消费者说，哎，什么胶条发霉，是因为你没有善待它。所以我要好好的晒干它。对啊，因为。你想想嘛，就是像台湾这么潮湿，就是厕所随便一下子水气很重，就发霉了、啊。对，每天都在刷厕所，真的是一下。对啊，所以就是你的保鲜盒，其实像我们家里用的保鲜盒，就是十年胶条从来不发霉，为什么？就是靠它，靠它，靠它。好，那我们现在胶条是不是都拆下来了？我们胶条有几种不同的哦，就是现在大家这个看到，哎，没关系，看不清楚也没关系。这个比较粗，这个是玻璃保鲜盒拆下来胶条。我们这个是限定的绿色款，还没有推出，先给大家就是尝鲜一下。怎么会有这么美的颜色？对对对对，到时候推出的时候会特别就是特别做一集，专门推广它。那玻璃保鲜盒的胶条，它是有这个突突粗粗的这一面的。嗯嗯嗯。然后也有滑滑的这面，所以你的胶条呢，你如果把它平放的话，它就是有一上一下的面。那我们这个其实上下面都是无所谓的，所以你只要确保说你装进去的时候是，就是它平放的时候的这样子往进去装就好了、嗯、就是你不要把它翻过来装进去、哦、这样就不是，就是你就装到它的侧面了。是，对，可能大家会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其实你只要平平的放在桌上的时候，这个就是往保鲜盒里面塞的位置。那这个怎么放呢？所以刚刚讲就是它的前后面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那我们就是挑一个比较平的地方往里面按，然后这一边按完了之后，你就顺着再继续按下去就好了。就是其实没有什么技术的难度。只是说你要先找到一边比较平的地方按，就是如果你找了这个圆角去按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找不到那个感觉。然后你看，我们就这样一直按下去，一直按下去，哎哎，就按完了，就是它怎么出来就可以怎么回去，这样子就完美装好了。然后装完之后你可以这样稍微按，可是其实不按也无所谓，因为为什么？你在盖的时候其实它就会把它紧紧的按进去了。嗯，就是我们的100%密封的工程胶条，它就这样子装回去咯。那我再示范另外一个，就是不是玻璃保鲜盒的，因为其实我们这其他三款，我们的不锈钢保鲜盒，我们的这个纯净保鲜盒，还有我们经典 PP 保鲜盒，它的胶条是差不多的，它是一个比较细一点点，比较细一点点的这个方形胶条。然后一样也是，就是你要把它丢在桌上的话，它就是朝上就是上，朝下就是下，其实上下是一样的、哦、就是你丢在桌上的那一面，然后你就往保鲜盒里面放，然后一样就是找到一个比较平的那一边就可以开始往里面塞，这样子沿着边边这样一路塞下去。这样子就塞完啦，对不对？对不对？很方便耶、欸、对啊，怎么那么轻松的感觉。对啊，所以其实那我们之前都在忙什么？就是装胶条其实是非常快的，就是最重要的是要有，来来来来来，这个胶条工程，我们的清洁刷，因为它这个屁股是就是尖尖的，然后可以把胶条很轻松的挑出来。对，对，就是你在家里可能
我觉得是不是有些人会想拿刀子？有啊，然后我就这样用破了我的。对，不可以，不可以。然后我就可以用刀子。他就苟延残喘的在边边，有没有？就这样子就不百分之百密封了，所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们有专门的神器，胶条神器，就是它。就记得要来官网看看哦，官网就有咯。所以这样子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吧？哦，我记得上次消费者还有特别讲说，就是胶条怎么买，哪里买，对不对？那这个我们也在跟就是在争取当中，跟原厂争取当中。但是呢，我们现在其实在官网上面是可以购买上盖的哦。我们来看一下上盖到底在哪里买呢？在我们官网里面。官网里面我们有这个商品的地方，商品的地方就点上盖这里。上盖这里的话，我们所有水壶的上盖、保鲜盒的上盖都可以在这里购买哦。那你只要对准你的型号，就是你看一下你的保鲜盒的屁股有型号的地方，你就可以对准你的型号去买你的上盖。但是你如果找不到怎么办？不用担心，只要拿你的保鲜盒，拿你的保鲜盒去我们的门市的小姐就会协助你哦。你可以把保鲜盒就是不要，不好意思，不要只拿一个盖子哦，因为盖子这样子小姐不知道怎么协助你。麻烦你把盖子跟身体都一起带到我们的门市，这样子我们的小姐就可以协助你选择就是你的这个型号相对应的上盖咯。所以大家只要上盖有任何问题或者胶条比如说洗弄丢了，不用担心，只要来到我们的门市，到我们的官网都有上盖可以做选择。嗯，觉得所以这样子聊了吗？非常非常清楚。清楚。对。所以再也不用担心你的胶条发霉了，因为你只要好好照顾它，胶条是绝对不会发霉的。太好了。没错没错。那今天进来直播间的大家，我们一样就是今天为止的24小时内的优惠，就是你留言 UV 拿优惠券，留言 UV 就可以获得5折券哦，5折券，五折。刚才是有哪几个东西有5折？五折，来来来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耶，我们的牙刷 UV 消毒杀菌，超级有质感的单人跟双人，还有。小平数小空间适用的车用，小平数小空间适用，还有车子里面也适用的空气清净机。对，我们刚刚讲了很久，这三段超级厉害，对，就是完完全全细菌异味，然后空气的悬浮粒子全部阻断，而且都是今年的颜值担当，都是非常漂亮的颜色，这真的是时尚深灰跟时尚白。这个也很漂亮，我觉得这个可以每一个颜色都入手吧。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好了，对，你五折啊，所以你干脆都各买一个。对啊，这个双人的我们是现在官网正在卖是2288，但是今天5折券下来其实只要1000出头，没错，实在是，而且这个是里面有两个牙刷的洞，对，一家四口，你跟你的另一半，你买两个，买两个，一家四口就处理掉了，你们家就是需要两颗这一个，对，然后有常常出差的啊，就也可以再多买一个单人的，对啊，就是这个放办公室也超级对，超级美，对，这个。我觉得就不小心会以为它是那个里面有耳机的那个，就是你就拿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哇，你可能会问说你这那个盒子去哪里买的？怎么那么漂亮？然后里面没有这漂亮，里面怎么会？怎么还会亮亮的？就是对，就是我们的 UV 牙刷消毒机，这一颗现在官网上面卖1848，对，今天5折，五折，所以你1000元就可以带走，还有找，有找，太厉害！还有我们这个最厉害的三段空气清净机。我刚刚讲它有三段超厉害的哦，就是 UV 就是所有的细菌就是解决，然后还有光触媒，光触媒的话就是所有的异味解决，然后最后一个是 H13 级的 HEPA 滤网，所以就是无所遁形啊，就是你的什么 PM2.5 啊，就是烟味啊，然后空气里面细菌。我觉得难怪我们直播间的空气真的舒服，就这么好，每次开门打开进来都觉得好香。对，因为干净的空气就是会有舒服的气味。对，没错没错，这个现在官网卖的是3999，对，也是五折，五折，
对，今天只要留言 UV， 赶快分享给朋友，我们就快要结束了。对，我们快要结束了，赶快留言 UV 分享给你的朋友，留言 UV 就有我们限时五折券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乔安娜，谢谢大家，谢谢小英，谢谢大家，拜拜。